哥。好，谢谢媒体朋友，再给大家三秒钟，三、二、一，好，互相看的人又要进入话了啊。好，那么现在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主创进行一下采访，来我们的那个来给我们一下我们的导演啊。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非常美丽的林顺导演，我们刚刚大家我们都提过，我们美女导演是一直是以文艺片为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您想要拍一部这样的商业电影？因为突然也很想励志啊，很想有一种让大家实现梦想的感觉。那我想问一下，那您对您的这第一部商业电影您打几分？几分？十分满分了，好不好？十分满分。大家自己评价自己的电影，确实有一点残。八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影片还没有完成，还在后期制作过程当中，现在就已经八分了。我相信后期制作完成的起码就11分，是不是？对。那我想问一下，那在这部片中，那您对我们所有的几位主演的表现是否满意？就分别给我们评价，要分别评价哦。他们都一样，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玩。是，好累，我评价不动，都反正我是很开心，而且其中有我的所有人的偶像，然后也有像朋友一样的演员，是，就是真的是一个，反正我是很开心，和这么多除了这个主创，还有其他几位演员，差不多10来个人，每天大家在一起。一个多月啊，要奋战在一起，除了为我们大家出了这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与时尚同居的那个励志轻喜剧电影，是不是？好，谢谢我们的领导。哎，仔仔，接下来大家问你几个问题啊。这边是来，你先请说。哎呀，你这样是在挑衅，我要站在你旁边说啊。行。哎，来了啊。你来就说，不要抬到笑了，抬到走了。我想问一下，那这次啊，在你和 Vivian 再次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就还蛮梦幻的一个梦幻，怎么叫梦幻？我需要先回避一下，让你讲。不用啊，现在又不是要干什么的。你还想？哎，感觉怎么样？除了梦幻呢？没有，因为太早认识 Vivian 了。8年前吧。走了这么久没见面，然后一见面就是在合作，我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我觉得 Vivian 从以前，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傻大姐，傻大姐，对。然后到现在，她已经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女人。然后我就觉得，真的非常好。那就是对她的变化，就是由傻大姐变成了一个女人吗？那还有其他方面吗？就是8年以后，应该是8年再次合作吧，对不对？其他方面啊，就。想说人怎么都不会变老。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开始尝试不同的戏路了，那对角色我想问一下，那这部戏拍这部戏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哪方面？那这个角色与以往的角色最大的不同点在哪？主要我很喜欢这部励志片。最喜欢的一开始吸引我的东西是剧本，因为剧本里面，他讲述了一些有关于创业，还有成功跟不要拘泥于某一些知识的一些设定，然后这些东西都跟我自己私底下做的是蛮接近的，就很像你平时私底下。对，比如说我们心里面对于时尚的定义，就是后来希望大家给时尚的定义就是不追求所谓时下的一些潮流啊，或者是什么，是你自己最有自信的一个肯定一个打扮，一个穿着，这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我平常我就想说，产生共鸣的原因是因为我平常其实都穿得很邋遢。来，我想说有这部戏能够作为我的后盾来支持我这个立场，还不错。谢谢我们的仔仔啊，从邋遢到我们荧幕上是非常非常时尚。我们 Vivian， 那我想问一下 ，Vivian 被我们所有。哎呦，谢谢大家，靠近点，这个时候可以拍照啊！我们 Vivian 就是被我们所有的影迷朋友，还有包括你的歌迷啊，都是誉为就是性感女神。那么在这一部片子当中，那你多数是以平民的
就是造型出现。那由性感女神到平民天后，那这样一部电影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当初你是怎样去把握这个角色？其实这个角色对我来讲没有很困难，因为其实很接近我的自己性格像的样子，也是很接近。那时候一拿到剧本，看到这个北京大妞，就是可以就是穿，就是她天天坚持她自己的时尚，就是穿运动服、球鞋，其实很像我平常的样子，比较是大家没有看过。所以我很高兴，就是说在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她很奋斗，然后很坚持自己的时尚，然后也穿着很随性，跟很像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励志的题材，也是很吸引我啊。谢谢谢薇薇啊，我顺便想说啊，近距离看薇薇皮肤真好。其实你皮肤也不错。是吗？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哎，我这边访问结束啊，到我们的大哥，来，大哥站在这里。好。大哥在这里啊，大哥，就是我觉得跟大哥距离会产生美啊，真的。我想说这个话怎么讲？没有，我想说那个谭校长，那你在这部片里边演的是一个时尚资深教头，也就是时尚界的一个大牌。时尚魔头。对，时尚魔头。那我想问一下，那你对这个大牌是怎样去理解？我觉得大牌就是可能是类比一些以往的经验啊，一些记录啊，或者是一些可以让人家佩服的那些东西。对，就是经验。对对。那我想你是也是首次和我们尹玉川导演合作嘛，那谈一下您跟他合作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他很细心，而且我一开始就讲，我说在我的感觉来说，他就像女版的陈可辛。女版的陈可辛啊。对，女版的陈可辛导演。所以每一个镜头下来说，他是很细心，很要求很严格。我从来没有 NC 那么多事。对，因为我们那个领导是文艺片导演出身嘛。要我演不是谈女，也不是朋友，也不是人。不是人。这个有一点重啊，这个其实是谭校长一直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一个传奇嘛，是不是？那这次和我们与时尚同居演，而且还演了一个大牌，那相信一定会为我们这个与时尚同居这电影增色很多，是不是？啊，谢谢校长。哎，那边那个非常非常在挠耳朵帅气的 Timmy 啊，Hello， 大家好，小乔 ，Timmy 乔任梁。小乔 ，Timmy 乔任梁。那我想问一下，那你在戏中是演那个仔仔的同学？仔仔呀，哎，有没有？我这时候还是同年仔仔的同学啦，对不对？然后呢，又是他的发小。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也非常想知道，那你和仔仔的那个私下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如何？从两个人都笑了，懂了吗？对，因为就私下的这种就不说了。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开心，包括昨天我就见证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团圆，就是大家首映完之后一起聚在一起吃饭，让我备受压力的就是在这个组里面如果酒量不好直接被 out， 所以我回去必须要修炼一下。啊，要修炼一下。那你那个之前大家好像有看到你的造型有一点点的曝光，那我想知道，那你在这个造型上突破有没有难度？造型走光了吗？不是走光，搞什么？是曝光。OK， 好。对，其实每一个造型都不属于我自己，因为我觉得人物角色个性的一个需要，也是我跟导演一直在沟通，包括我其实手上戴的一切的一些配置都是接戏的啊，因为我也是想说到这个剧组然后走红毯，每一个我都是回味到那个角色当中，所以我今天更多的是想跟剧中的人物叫做武洋洋。对，然后这部戏也拍得很顺利很开心，这个话很官方，但是顺利到什么程度，就我现在才敢跟我公司的人说这部戏我超了7天，然后一分钱没收，就是因为拍得爽拍得开心，
然后导演他也觉得我就是不断的在给加戏，我说谢谢导演。现在我们演员已经都杀青了，但是后期坐在底下的幕后的像肖飞、肖总、文子姐，我们的制片人，所以所有的宋总、周总发手机发微博，那还是有微博控，所以他们这后期比较苦，后期的宣发他们会比较累，但是演员的义务我们也会尽力。好，谢谢我们的弟弟。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名模春晓，那我想问一下春晓，那你拍与时差同居的感觉如何？很开心，因为认识了我的好朋友。认识了好朋友，那我知道，那你在戏中和仔仔的关系是仔仔周渝民的关系，有那么阴阴阴的暧昧啊？是不是？有没有？不是暧昧，是很正常的，只是想练习。怎么讲？跟仔仔说，我那是素食练习。素食练习，方便面练习。方便面就。啊，好快，不是，开玩笑啊。那我想，那啊，好，谢谢，我不要睡觉。哎，怎么，薇薇，你要说什么？你想找到那个暧昧，可以爆料一个仔仔的事情吗？哎呦，因为那个女生歌迷这么多，应该很想听吧？除非他们不想听，那我就先不要讲。想不想听？好。就是那个在戏里面，我跟他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很像吻戏又不像吻戏的吻戏，因为剧本里面只有一行字，可是每个导演都不一样，有时候一行字勾动天雷地火，有些导演可以拍一整天，有些导演两个镜头就解决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导演怎么拍这场戏，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仔仔很紧张，我也很紧张。那我紧张的时候是会流手汗的人。哦。但是我们两个手一牵起来，我发现我还有对方是瀑布，把我的汗淹没了，我汗算什么啊？所以我只是比你还紧张。对，导演在拍这场戏的时候，我们两个手那个汗跟汗这样牵在一起，真的非常可怕，会滑掉的。好腻啊！这是爆料一。爆料二。二是。可以吗？哎，可以吗？就是他还是很容易紧张。刚刚我们要就是要进来之前，他一个人对着墙壁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在讲话，你知道吗？然后全部人都看着他，就在远远的说，然后我忍不住说：“姐姐，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呼吸。”我说：“你的呼吸为什么会有嘴型呢？”他就说：“我就是喜欢这样。”他就这样子对着墙壁这样。我就不得不出来澄清。讲真的，报道就受不了了，是吧？不是啊，因为第一个嘛，大家都很清楚看得出来，那个严肃其实酒还没醒，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典礼完了以后，其实我们剧组跟大哥请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哎，然后就在那个吃饭的饭席上面就喝了不少酒，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不是很会喝酒，所以我刚才就还是有一点点头晕，然后就赶快。对着墙壁，然后脚不相同，就一直喘气，然后他就说你就跑过来说你到底对着墙壁在讲什么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他有嘴型，你知道吗？对，真的有嘴型吗？吐气不是嘴巴开，他好像有嘴型，有很多的嘴。就是哇，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仔仔的爱好是什么了啊。我觉得我有补充一句，昨天晚上我看到我们一组人不想放松。从来没有那么看到仔仔那么开心过，而且那么 relax， 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非常开心。好，那最后来采访一下我们的方仁啊。那方仁，我想问一下，那你是一个新人，那你跟众多大牌的合作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能和这么多优秀的前辈合作，当时真的很荣幸。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剧组就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Okay。好，谢谢我们方仁。那么通过我们各位主创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会对我们的这个时尚同居的电影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媒体见面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要为大家揭晓与时尚同居的首款概念海报。那么这款海报到底有多时尚呢？那么接下来有请星光国际传媒集团总裁宋光成先生
荣成和悦总裁周进祥先生，麦考林集团副总裁古思杰先生上台，一同为我们揭开我们这一款首版海报啊！大家可以一起啊，好，一起，我们所有主创，等一下，停啊，到，好，我们所有主创把手放在这个红色的布上面，来，没有关系啊，碰到就好啊。好，那听我喊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哇哦！好，请我们所有年轻朋友们。请我们所有的主创啊，能不能分别对我们这个电影有没有什么祝福和嘱托？来，那周总离我最近，那你先说。你是导播。我觉得，是导播，我觉得是一部值得大家期待的电影。继续，那听听那边有话筒，来，你也说一句啊，祝福，简单一句。因为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海报，然后此片必火吧，然后看一下，比较有营养，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好，那么祝福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进行我们的就是刚才这部电影啊，更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与徐阳同居的官方启动仪式。刚才蒲总也提到了。平民时尚达人秀的概念，是的，那么接下来四个月里，电影与时尚同居将会与平民时尚达人秀密切结合在一起，围绕时尚就是了解你自己的宗旨，达到平民时尚的全新理念，通过网络互动杂志、触动互动按钮及线下活动，营造最具亲和力和时尚的电影。那么现在有请我们所有的台前幕后来为这部电影最热的时尚电影官方活动进行别出心裁的启动签名仪式，来，有请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的 T 恤，请上 T 恤啊，真的是请上，上面写了不要笑啊。好，那请三二一，大家，哎，人对一个，每个人对一个，等一下，每个人对一个红丝巾，人手一个，哎，再往这边一点点啊，好。那我喊三二一，大家一同揭开这红丝巾，好不好？来，各位主创，三、二、一。好，红丝巾真解开了啊！好，大家把我的 T 恤展开。好，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对我们这个 T 恤拍照，我就是时尚啊！好，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来，姐妹，上台给力！好，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我 T 恤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啊，就是自己想办法签个名。来，签上自己的名字啊。来，这样子，那我，好，来我给大家背一段啊，来，给大家背一段。我发现我们所有的演员写得非常的入戏啊。好，大家把自己签好名字再稍微展开一下，给我们的媒体朋友和影迷朋友一个展示啊。好，此次电影呢，好，谢谢。好，再给大家三秒钟，三、二、一，谢谢。那么此次电影呢，是与网络购物网站这种新形式的跨界合作，相信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视觉冲击。接下来我们邀请出的是电影与时尚同居的监制肖飞先生，制片人王亚萌女士、徐文女士上台。然后，哎，那这样提示给我，来。
就是好、啊、上台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香槟。好，当然这个香槟是给我们的校长啊，校长为我们大家开一下我们这个香槟好不好？来来来，小心啊。有请我们大家共同举杯，为时尚红军祝福打气。我拿这个啊，我在边上拿这个啊。好，有我的，好，谢谢您，您可以拿起来。好，现在各位媒体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来来，还有没有？该有的都有了，对不对？赶紧给他，哎，对的，对的，对的啊！来，啊，我用吹了啊，先别了，你们先来，你们先来，欢迎大家，哎，自行的站好，拿出举杯的姿势，为我们与时尚同居祝福，打气祝时尚同居电影大卖，谢谢小哥大力。好，我们让他一点，打开，打开一下，来来来来来，好，我们把这个身材动动，来来来，来这样子，好，右边右边。那么接下来再由我们几位主演，几位主演的合影留念，让我们杯子啊，大家好实在啊，真的全干了啊，干了之后真的会大卖啊。好，有谢谢我们各位总，各位监制，好，我们几位主演，几位主演，好好好，几位主演站在这边，然后大家可以合影，然后进行群访时间，进入我们的群访时间。这边的赶快到前面去采访。好，是拿机器的。各位人稍稍的，请我们媒体朋友们就注意一下现场秩序啊，你是拿机器的，你赶快去了，快点去了。你是拿 DV 的。你这边就是，你这边就是。